捡回来也是比较正常。对，突然回来放出来之后，他也都不紧张不慌，捡到猫的时候他笼子都还在吃东西。哦。他们那边时间用可能是比较比较快，但他说英语的嘛，是嘛？他说他培训他一些口令，他听惯了就是。啊。他在那边是喂的是七六 K 这个饼干，然后我们就慢慢的递减嘛，增加我们看他吃，我们就增加我们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